他就是民国臭名昭著的军阀青海王马步芳。马步芳出生于1903年，因为擅长溜须拍马，他深得蒋介石的欣赏。1936年，马步芳就做了青海省的代主席和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的司令。马步芳是出了名的荒淫好色，他甚至公开说过，生我，我生者外无不奸。只要是被他看上的女子，基本上很难逃出他的魔爪。其部下的妻女、自己家族的姐妹、侄女和兄嫂弟媳，马步芳无一例外皆有染指。1948年底，马步芳逃往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，在那里他死性不改，连自家的外孙女都被他糟蹋，生下了一个男婴。经过此事后，马步芳可谓是臭名昭著，一直躲在马公馆里不敢出门，直到1975年马步芳因病去世。